啊，录了。2月27日，像我们青年服务中心还是去年的11月13号正式批准的。在11月13号之前，就是大家聚在一起。这个记录仪就是起了什么作用？你是碰瓷？哦，交通事故。谁碰谁的车？是吧？这个是多少钱呢？这个也比较贵啊，400-500块钱，500-600块钱的。它不是牌子的，不是牌子的。它你里面是多大容量？啊，这个没有配内存卡，就是那内存卡的容量，最大支持64G的。我们也改人也要买一个才行，是这样，是吧？天天在这样跑，只是给我们的，只有我们有权限发放出去。如果像停那么久的一个情况下，就按 OK 键，由他开就由他开。是我的私钱，并没有预付的。我们当时在专业给你的时候，是我们向广铁集团申请，然后申请完了之后，价格并没有公布，因为他要计算，他要安排这个列车啊等等很多的繁琐的手续。然后等车租下来之后才能定下来。市民啊，把那一个机器一个秘密把它也抢了嘛，因为去年没有。你们去到明治哪个位置啊？我，你是先经过明治是吧？经明，看去哪个位置？先明治在梅林关。哦，明治，你是明治大道那里吗？啊，就那个明治地铁，就是南昆大厦。南昆的，哦，差不多。哦，深圳北站那个梅龙路那里。南昆大厦是梅龙路，那是走梅龙路。它是梅龙路跟什么那个民丰路的路口吧？民丰还是民康？民康。你说的，你是深圳北站那里吗？张坑吗？那。过了张坑。反正你说那个什么南昆的南昆大厦，我就知道。就在张，就南昆大厦那里。那里等一下，他一下了，我们就走了。那个什么明治大道又从就到梅林关了。你把我在那边下就行了，在那个不要到加油站。那个不要的不在加油站，是那个么维也纳那里。维也纳呀？不，维也纳往前了。QQ City。就是。上河房。上河房。没错吧？看一下你的导航，没错吧？我关了。先那个小妹。